开启2200多个公寓的考察之旅，今天是第一天。那来到的第一站呢，就是我们搭档的第一个的公寓房产，一不同寻常。Hi， 我是 Joyce。Hi， 我是 Snowy。今天呢，我们开启了2200多个公寓的考察之旅，今天是第一天。我们今天第一站来的多单元公寓房产是2017年1月份过户的50个单元公寓房产，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公寓房产的情况吧。是个小型的公寓单元，总共是50个单位，但是它的位置呢是非常优越，风景是非常宜人。这样面临湖景的公寓单元确实不多见。对，我们的 PSA 是210万，最终用200万购买下来。这个公寓房产的首付当时是多少？当时的首付是50万。那么作为第一个商业地产，这个贷款你当时是如何拿到的？当时这个公寓房产因为第一次多单元公寓房产，在完全没有任何多单元公寓房产投资基础、申请贷款基础的条件下的投资人拿第一个贷款，真的是很不容易。多单元公寓房产的贷款申请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是 net worth。申请人贷款申请人的 net worth 必须等于或者是大于所要申请贷款的金额，也就是说当时我们需要申请150万的贷款金额，那我们自己的 net worth 我们的净资产必须是等于或者是大于150万。开始我们的基础比较低，我们根本没有150万的 net worth。第二个贷款的条件是需要有投资经验，不单只是公寓房产的购买经验，还包括 asset management 的经验。是的，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些条件的，所以呢几乎就是小白。那第三个条件就是公寓房产它的入住率必须是在提交贷款申请的时候连续90天入住率不低于90%的这种条件。那当时只有一个条件达到了，就是第三个，公寓房产在过户之前连续90天达到了90%的入住率。那其他两个条件我们达不到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那当时其实是刚刚开始进入这个多单元公寓房产的行业，所以我们是小白，我们认识的人也很少，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人，问他们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公寓房产，跟我们一起签贷款。但是很多有经验的人看到小白第一的反应就是 No， 我不会跟你一起做，因为我很担心你会不会把我的名声、我的 reputation 还有我的 credit 损坏掉。虽然 Fannie 或者 Freddie 的贷款方式是 non recourse 的贷款，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好好经营，我们没有办法还贷款的时候
呢，我们会被列入黑名单。那一旦被列入黑名单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以后个人申请贷款都会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贷款或者是其他商业贷款都会一并受到影响。理论上 Fannie 或者 Freddie 的 No Recourse Loan，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还贷款，我没有办法经营下去，房产被银行回收之后是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但事实上，如果一旦我们没有还贷款，只要一个月不还贷款，我们的名单就会出现在 Fannie 或者 Freddie 的黑名单上。一旦我们的名字出现在他们的黑名单上之后，我们自己以后的个人贷款，包括我们自己自住房的贷款、车贷款和任何的商业贷款，都基本上没有办法拿到贷款的机会。那这个时间是十年，我们的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可以等？所以呢，就算是 No Recourse Loan 无追索权的贷款，我们也要好好经营，这是我们以后可以拿到更多贷款的基础。那你当时的条件都满足吗？我们当时的条件完全不满足。那你又是如何解决这个痛点的？这个其实说起来一把辛酸泪，真的很艰难。当时我们找了几十个人，一个一个打电话发信息约他们见面，问他们是否愿意当我们的贷款担保人，和我们一起签150万的贷款。你可以理解，一连可能大概30天，每一天都遭受到拒绝的这种回复或者是见面，很多人都直接跟你说啊，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暂时不想承担这么大的风险的各种拒绝的感受吗？很多投资人，很多的投资小白，可能都会在这一声声一句句的拒绝里打消了继续前进的积极性，或者即刻放弃他们在多单元公寓房产投资领域的梦想。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各种拒绝、各种打击之后，还是没有放弃。最后我们不但只是问了我们直接认识的朋友，我们还问了朋友的朋友、律师的朋友，律师也不是特别熟，但是总之任何有可能性的这些人我们都试过，我们都打电话，我们都约他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谈这个公寓房产的情况，我们会如何做，这个房产的潜力在哪里。当我们找到了一个愿意跟我们一起签名担保贷款的人，而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朋友的朋友，已经隔了很长的距离，跟我们完全不熟。而这个潜在的贷款担保人，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我不会放任何一分钱在这个 deal 里面，我不会放任何一分钱在这个房产里，我只会提供我的 balance sheet， 我只会提供我的投资经验、我的简历，还有我的签名，其他的我都不会提供。是我想要得到 GP 收益的2/3。如果你可以答应这些条件，我可以考虑作为你的联合贷款申请人一起签名贷款。之后我和 Zach 回去考虑了一个晚上，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接受，因为第一，我们不需要现在即刻付这2/3的GP 收益。第二，如果我们在近期内不能找到第二个愿意和我们一起申请贷款的人，那很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过户这个公寓房产，没有办法过户我们领头的第一个公寓房产。那以后我们还不知道下一次的机会在哪里，我们只有抓住了这次机会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踏入多单元公寓房产投资的这个领域。这个贷款能贷下来确实是不容易啊。那过完户之后你都做了哪些来进行 value added？ 这个公寓房产是1980年左右建成的，有一部分是1979年。那公寓房产作为承建商，其实他们在持有30多年，接近40年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做过任何的 upgrade 或者是任何的 repair， 就把
保持最最基础的 maintain。 所以公寓房产其实外表不单单只是外表，内部同样也破破烂烂，有很多需要做的地方。但是这个房产因为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维修维护过，所以呢外表很破烂。那我们做了所有把这些 siding 全部都换成 vinyl hardy plank siding， 然后金属的栏杆和楼梯全部都基本上已经生锈，有很多都很危险。而且它的栏杆是很大，他们这个栏杆每一节栏杆的距离是 1 inch， 就是小孩子的话很容易会掉下来，所以呢我们全部都拆掉，全部重新做过，然后把这个栏杆的缝隙做到就每一个栏杆是只有4 inch 的距离，这样子的话防止小孩子会从楼上掉下。OK， 我收到了一个 Mardi Gras 的珠子，所有的都重新做过，然后窗也有一部分换过。之后这个房产有两栋，它的 foundation 也有一定的问题，所以也做了 foundation。 公寓房产里面内部的装修呢，其实没有装修，就是最原始的地毯，很多单元的地毯都是从1980年原始的地毯，到一直到我们接手的时候都还是用同样的地毯，就是很脏很脏。里面的墙呀也是保持很老旧的那些颜色。总之你能想象一个80年代的房产住了30多年之后的情况，很多房产地毯都是很脏很甚至破的，依然有租客在里面住。原来的卖家不舍得花钱去升级内部的装修，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租金水平非常的低。这样子的结果是很多租客在这里连续住了20-30年，有一个租客甚至是从公寓房产建成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没有搬走过。可以想象这些房子住了30多年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当时的购买的时候租金是多少？当时购买时候这50个单元的平均租金一房的大概是425块，而两房的大概是25块。哇，捡到宝嘞。那进行 value add 之后租金提到了多少呢？进行了 value add 之后，我们一个房间的租金涨到795，最后我们退出的时候是825-850的租金，而两个房间的租金是最开始我们涨到895，然后最后我们卖出的时候最高的租金是950，好像是翻倍了呀。对，那这么好的收益的时候为什么要决定卖出啊？那其实我们卖掉这个公寓房产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附近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小型的公寓房产，当时在这周围其实我们也考虑过其他的公寓房产，但是一直我们看的公寓房产的价格都有点觉得不舍得入手，因为跟这个公寓房产一比的话呢，感觉他们的价格增加得太高了，所以呢有点不大合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 scale up 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割爱，把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房产出手给其他人。这个房产的持有时间总共是几年啊？我们这个公寓房产的持有时间大概是4年的时间，2017年到2021年。那投资回报是多少？大概的投资回报应该是在18%-20%。哇，那是相当不错的回报。这项目中有很多投资人，那投资人在这个项目中都做了哪些呢？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 LP， 其实他们没有做过什么，他们只是
在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投资了一定资金，一起购买这个多单元公寓房产。而且说实话，我们这个公寓房产在持有这么多年当中，只有一个投资人来看过一次，他就是刚好来这边旅游，就想说我来看看我购买的房产，我购买的产品是什么。其他的任何投资人都没有来过这个公寓房产。听起来作为 GP 在项目中要经受各种困难和挑战，要付出很多辛劳与汗水，但是 LP 的话好像什么都不用做，然后能够享受不错的收益哦。对，作为投资人，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拥有被动收入的话呢，那其实 LP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用做任何东西就可以拥有真正的被动收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躺赚哦。对，来拍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绝美的风景吧。可以划船，对面就是百万豪宅。50个单元，第一次入手的，经历了很多辛酸，但是收益还不错。自从第一个开始之后，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到现在的话是4000多，你走近看一下吧。十个，十二。在后面钓鱼钓螃蟹哦，这边还有鱼和螃蟹呢。 对，钓虾，对吧？你看看，几百块钱，然后享受着几百万的美景。对。那下面还有18个。我们去，好，我们下一站。